把小子还给我，休想！一派胡言，我就不认识你。你夫君是谁啊？我夫君是萧无暇。对，萧无暇，那说这就不认得。你怎么会有白玉簪？你还装傻？我明明告诉过你，这是我亡夫萧无暇给我的。你亡夫？那他是谁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满口胡言！李长老，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你，你答应我，只要我把白玉簪给你，你就替我夫君沉冤昭雪。你还找了一个大梁军官来保护我，你为何如今要骗我？你住口！什么大梁军官？他就在那儿。哪儿呢？什么大梁？是张之成。你竟真的勾结镇远军，我杀了你！动你！张将军救我！给我杀！岳老兵，不用慌，快撤！快！我要去帮忙，公子有危险。你别添乱了，走！快去安全地方，快撤！侯爷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那婢女为何跟魏昭串通一气？张之成，你杀我族人无数，今日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休想！小慈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侯爷对江慈的诸多照顾，江慈感激不已，也会一生铭记侯爷的恩德。但裴府终不是我的归宿。侯爷，请回吧。小慈，侯爷，此处不可再聊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走啊，侯爷！走啊，侯爷！你怎么样？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郭新风好难爬呀，等下次我做好了工具，再去采灵鹫花。明知道危险你还要来，那你明知受伤也还要来？都给我押走！快点！爹，他们……他不会跑的。好，快点，走！受苦了，没事。多年未见，只有书信往来，但只凭我一封求助信，你便从千里之外赶回，并亲身射箭。我知道，当年我没有救错人，我替月落谢谢你，受我一半。师叔，我这次回来
是为了报师叔的恩情，逾越了武馆。啊，是我修叔请他回来的。若非有他，又怎能抓住黎木这个奸细？到时月落沦为鲈鱼的棋子，定会生灵涂炭。黎木虽然暴露，但其党羽必须铲除，要彻底断了鲈鱼在城中的部署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不出数日，黎木及其党羽必能一网打尽。月落总算可以喘口气了。师叔，还有一事，我已经派人去通知季郎，让他与季长老联系，还请师叔可以帮忙转告一声。如此甚好，我先替他谢过了。青瓷，白玉簪给我。白玉簪，请师叔收下。无暇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快起来！师叔心系月落，是月落的脊梁，是月落之福。白玉簪，理应由师叔收下。哎呀，万万不可！若非奸细威胁到月落的存亡，我只想带着红杰平静的过日子。在这乱世之中，想平静的活下去，谈何容易？师叔，不如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白玉簪，请您收下。可这白玉簪是你父亲给你留下的唯一遗物啊。我会在心中记挂父亲，无需以物托死。好吧，快快起来。不过你要记住，我只是替你暂管，月落随时欢迎你回家。